新学期即将开学，市府教育局特别伫中原大学举办了高中甲国民中小学校长行政会议，其中六千多个亲身出席。除了接受办学生校友两个学校献奖，也勉励在职校长新学期爱锻炼老师用爱甲关怀，要让学校更加进步。今仔日好，即天伫中原大学召开2006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中甲国民中小学校长行政会议，组织了来自台南市各级学校的校长以及校方行政人员参加。市长陈德业亲身出席会议，伫咧致辞个时，除了表扬过去办学认真个学校，伫面对即将开始个新学期，也勉励在座校长用疼甲关怀，锻炼全校老师甲学生，也爱坚持做对个代志。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，那其中背后隐藏的就是爱。我们听过一句话：会弹钢琴的孩子不会变坏，也许啊，会打球的孩子也不会变坏。但是我想，不是打球，也不是弹钢琴。我认为，任何一个孩子，啊，不一定有机会弹钢琴，也不一定有机会这个打篮球，啊，应该是要接受爱。有爱的孩子，他不会变坏。本次校长行政会议以课纲银行创新局校本破化与金额为主题，邀请叶秉承教授针对新时代议题做演讲。期待伫科技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内面，校长办学除了维持优良传统，也会当带着全新思维，带领学校深耕在地，放眼国际。记者万家桂林区采访报道。